好的，今天这一集很无聊，因为我有一个废队友。千万不要找一个跟你同班共患难十几年的一个兄弟。哎，我们有到十几年吗？我们有到十几年吗？还认识十几年，有吗？我讲话你最会啊。我这朋友啊，厉害。虽然他是一个思路宅，没有女朋友，但是呢，他很勇敢。他国中机测考了3分，不更正七分。机测英文7分，从来没有出过国，就一个人去澳洲打工，然后度假。有度假吗？好、啊，有度假吗？当然是度假。有打工吗？当然是打工度假都有啊。OK， 他就是这么难聊天。但是他人很好，怎么说呢？他带了给我这什么东西？澳洲生姜酱，所以是好吃的酱吗？澳洲生姜。那这个嘞？澳洲生巧克力。谢谢杯哦。到底多神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很神吗？你确定？如果雷怎么办？等你今天吃个澳洲生姜，好吃吗 ？No。绝对屌，你说的哦，你说的，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澳洲生姜。这圈你可以吃吗？怎么弄不起来那么像大便味道？澳洲生姜是不是？这圈可以吃吗？那澳洲生姜，澳洲人是配吐司吃的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涂在吐司上面吃。这怎么有点像是那种牛大便的味道？澳洲什么酱？这确定不是牛大便？它是可以吃的，它是澳洲人的酱啊！闻吗？没办法接受这个味道哎、欸，它是一种你一开始吃下去很像巧克力大便，然后你。后面的味道是有点酸又有点苦，从臭变酸变苦，这是为什么会澳洲人会喜欢吃这种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你这罐可以帮我带回去吗？别啊，你要带回台湾啊。哦，这真的不行啦。澳洲神酱哎。那这个该不会也是很恶心的吧？不会啊，那个好吃的啦。真的吗？来 ，check this out， 新贵派嘛。我觉得这可以，有点像是新贵派，但是呢，它的那个饼皮是换成 Oreo 的脆片。那你要不要跟观众分享你去澳洲心得？冲就对了，告诉你，你如果一有想冲的念头，冲就对了，你不冲绝对会后悔。而且有年龄限制的，就是30岁之后就不能再去澳洲打工度假的签证。那我问你哦，去澳洲到底要不要会英文？国中英文机测满分60分，我只考了7分。会英文是加分的，肯定的。那会加薪吗？如果是以打工度假的，基本上不太会。啊，还是要看工作内容。那长得帅或长得漂亮会比较好找工作吗？还是我就蛮好找的，可能因为我比较帅吧。哇，你他妈的！哎、欸，你好适合当 YouTube。那以你待在澳洲的快2年过程中，你觉得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困难吗？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必须一定，你如果出国打工度假，绝对对自己是有加分有帮助的。在台湾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遇到困难，你还是会有办法可以解决。因为有爸妈。对，因为有爸妈或朋友或什么。但你如果去国外，你只有自己一个人，你什么全部都要自己想办法。包括你的食衣住行，全部都要自己想办法。我觉得这部影片，我觉得蛮屌的。好啦，那讲实在的，澳洲到底好不好赚钱？来，绝对好赚。以我的工作为，就是1周2万。那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吗？去澳洲打工1年半，交得到女朋友吗？还是我单身？那我不去了。但是当初就是他跟我说，不管了就冲了，所以那首歌。才出现在我的 channel， 你到现在还在听这首歌吗？超好听哦！哦、oh ，绝对要去听一下， oh、超级好听。不是不是，大推哦！今天这一集非常的有教育的意义，你只要有在影片的下方留言，这一位哦，你愿意把你送给我的礼物，然后留给其中某一位粉丝吗？对呀、啊，留言
我就会随机抽一位粉丝，把这个澳洲神将传承给你，好不好？记得留言，留言，留言。谢谢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拜喽。